原标题，史上最长婚路，整整走了两年，丈夫活活等死，被迫改嫁而走。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，它曾一度横跨欧亚，但是令成吉思汗难以想到的是，在他死后不久，强大的帝国就开始走向衰落。钦察、察合台、窝阔台、伊尔四大汗国纷纷从元朝分裂出去，各自独立。为了边境的安定，元朝皇帝也学习前朝经验，用和亲来解决难题。对于皇家女儿来说，一旦踏上和亲路，那就是遥遥无期无归程的。有时在路上一走，少则半载，长则经年。而使商嫁的最远的女人是元朝的阔阔真。为了远嫁，她在路上整整走了两年，等走到目的地，她的丈夫已经活活等死了。远在西亚的伊尔汗国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所建，是元朝最重的屏障，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和叙利亚东部、伊朗、伊拉克、土库曼斯坦、阿富汗斯坦、巴基斯坦西部等的。元时期，蒙古皇族和哺鲁汗部、红吉腊部等部族世代联姻。伊尔汗国阿鲁浑汗的妃子去世后，根据前妃的遗言，阿鲁浑派使者至大都请元世祖选赐前妃同族之女为妃。1290年，哺鲁汗部女子阔阔真被选定为伊尔汗国可汗阿鲁浑的继妃。阔阔真于1291年春天由泉州（今福建省泉州市）出发，先到达爪哇，从爪哇继续航行，渡过印度洋，抵达伊尔汗国港口呼里姆子（今天的阿拔斯港），以水路经印度洋，总共航行了两年零两个月。当阔阔真于1292年年底抵达伊尔汗国时，阿鲁浑已经于1291年去世。当时伊尔汗国的继任可汗是阿鲁浑的弟弟乞和，乞和又做主将阔阔真转嫁给阿鲁浑的儿子和赞。就这样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伊尔的阔阔真最终嫁给了丈夫的儿子。乞和去世后，和赞成为伊尔汗国的新可汗，阔阔真这才圆了皇后梦。图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